热血制造最强频道 passiontimes.hk。 但是你没有做的嘛，是你没有做的，但是他广东道叫他口号，你没有做的嘛，你叫人家。好啦，我哋听听啊，你嗌啊，而家打到共产党，我哋听听阿曾卓文今年咧，共产党 ，OK， 黄仁达，今年啊六四，你系去破围，去向中国共产佢哋系呢个政权本身当然嘅受害者，点解佢哋要嚟香港买嘢啊？因为成个中国全部啲嘢都系假嘢，咁我哋要针对个政权咯，好，大家有咩问题咧？针对个政权啊！热血制造最强频道 passiontimes.hk。